信的，我也是。我有一個紋身在這裡，其實就是因為這個紋身所以令我吃素的。我以前是屬於那種光吃肉無肉不歡的人。谁瘦？我这边的卡卡腿子。我只想瘦，我这个月大概就一共瘦了10公斤。我觉得吃素可以让自己的肠胃健康更舒服一点。哎，点解你哋会个个都大晒叉嘅咧？我家自己用不开，接不卖的。我是家里素，我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开始吃素。吃素以来最大的挑战。我咧係成塊面都係好大粒嘅痘痘，係啦，簡稱叫即係鬼肉，好似呢個爛面，係啦。我又覺得吃素太好，我經常得到，感謝主。抖音，我哋準備好啦。All right, let's go.